开始我们很喜欢打电动。那 noob 呢，在美国电玩里面算是新手的意思，就代表我们上了这些新鲜人。那像用大陆话来取意思的话，牛逼就是一个很厉害的意思。那我们想要利用这种反差的效果，把汉堡做得很好，做得很大。那洋行的话呢，就是跟以前的洋行一样，就想要做很多间，然后想要做的全省都有。我觉得这活动非常的好，因为我们自己也是一个非常爱看表演的人。那像有一些乐团啊，爱跳舞的人，或者是一些街头艺人，想要找地方表演，却没地方表演，也可以来我们这边表演哦。啊，或者是你像妈妈的土风舞，啊，或者是一些肚皮舞，还有最近有一个人在博物馆睡觉给大家看，我们这也欢迎哦。你想看表演的话，那我来表演给你看。好。然后呢，我们在4月27号礼拜日晚上8点会有两知名的乐团来表演哦，欢迎大家到时候再来参加，就是演出或来用餐，谢谢大家。喜欢。